无极定，就几千年也不好。嗯，这个有事的可根据的，最明显是玄奘传，就唐三藏啊，唐朝的玄奘传嘛，唐玄奘传到印度去取经嘛，路途上就是大概是秦岭吧，就是大山上，哦，他看见这山上有紫气，像这个山里人入定了，有紫气，找啊找啊，哎，找这个像一个洞平啊，但是临时一久了都看不见了，都是沙泥啊、土啊、石头、树草啊，都堆长满了，大概是这个是洞，大家来望，望望出来突然说，人住了你，他就住了。不躺在旁边看见，你被盯住了。躺在那看见，我看见那个山。哎，这样有紫气酒啊，挖着一个人来。那人当时摸摸，哎呦，都死了嘛，多少年了嘛，看，冰冷了嘛，手啊、脚啊、头啊都冷了。玄奘观是说，你们让我来摸摸看，胸口还是胸口是没事，这是个病，死了痛病了。这个贴出来的这个就是一八十还没死。第八十再的还是没有事，用眼睛敲定他出定，慢慢眼睛睁开了，开唐三藏，开玄奘法师了，啊，福来给我说法来度我了吧，福来了吧，他当时福来了，有玄奘法师和尚衣裳嘛，袈裟，佛是佛，我还是和尚啊，释迦佛已经圆寂多时了，哎呀，我等佛出世度我都错过机会了，他坐在你们就。是不叫多多少年了？你看看，我释迦佛是周昭王时的人，到了唐玄奘法师，他是唐，就是李世民唐太宗的时候，多少年了？他做还是之前释迦佛没出世就做了，但是释迦佛是算起来是一千多年了。哎，释迦佛没出世，他等着，像我们现在晓得，哦，弥勒佛还没出世，要出世了，我等弥勒佛出来。他说带释迦佛出来，释迦佛已经这是年纪了，他不知道，他说定就是没见过，一千多年了，哎呦他哭下来了，我等佛出世，佛都哭了，我错过机会了，哭了，你别哭啊，我们正在大藏经书院都是释迦佛传的法，那我们去看去吧。他说你这个身体真动了，一千多年了还能动啊，动不了了，就投胎去吧，转胎去吧，转胎到我们大唐国土，高楼啊，黄墙头牛地王，这个地方去投的，别转地方不要去，看好精神头啊，看清楚啊，这叫这叫的气了，老先生他之后才死了，是不是？好了，我们出来吧，把这洞扔掉。做了一个公案就是这么想的，把它堵掉了，但是埋了东西就是。哦。投胎去了，投哪里啊？投到尉迟恭家里了。尉迟恭封王了嘛，高楼大厦嘛，好的。唐朝吧。唐朝呀，尉迟恭不是帮你士兵打天下打上来的吗？所以长大的时候，山东兴起，早得不得了哦，好女色好得很哦。叫这个女人当个女人就是多老，就是这个反过来一下子脾气啥都不了，就这么多点点点也没用处，后来闯了大祸了，打了太庙了，打了太庙就打了皇帝打了老祖宗，就是要杀头了，打太庙不得了，只有一条不杀头，出家做和尚可以不杀头，不然尉迟恭的儿子给他该出家就不该出家了，要保心的时候给他出家了，啊，做和尚吧，做和尚他不敢做和尚，做和尚，那不做和尚要杀头了，那么这样中国的话，文东又带着走，那三尺，人啊，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啊，叫三尺和尚，做相声的厉害了。我跟你说，师傅，这个我在法华经里面看到那个三尺，就是这个三尺。哎，三尺和尚。就是这个。你看看。他就是脾气这么大，还好色是吧？等玄奘取经回来，是吧？回来之后，跟玄奘法师出家，跟拜玄奘法师做师，就是窥基法相。哦。这玄奘法师传的是法相僧，
慧济法师第二代就是这个，哎，入定一切都圆和，入定这么多年了，学习还是这样，这压制。我这样做行吗？我这样做可以做几个小时？啊、哦，你不难过吗？不难过。哦、好像很自在。可以，没有什么酸痛啊。没有，一点都没有。哦、下次蛮好啊，下次蛮好，那就可以。一点没有。那不是双腿又盘，不是像你这个一腿盘。我这样做吧，能够做很久很久。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那也可以，这要做的新闻啊。我们本来打算好几种做法。有两种是相对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哦，相对啊。哎，有这样啊。哎，还有我都放不下去。哎，放不下来。所以这个做法，哎。我这样可以做很久。有腿溃的做啊，有好几种做法。要做得稳，心不乱才行。单做也可以啊，就这样，如果是不动，一直做到两个小时也可以。哎，可以。我就是。一直都是只能这样盘，两个脚盘。就是这个道理是蛮好的，他那个入定啊，大概是没静定，不是没静定，他不是怎么修持。哦，他能够有时候做七天，有时候做二十一天。哎，这个并不好。喂，嗯，哎，所以说哎，不是这个定，不是没静定，没有好处。那以后定光是定啊，有加。从一个居士还是念定，但是一定就是十几天，他有天出来吧，有事情去了，错过路头了，就错过这个旅馆了，哎，这下好，你就想想一个庙，哎，这庙里过一宿吧，错过路头了，怎么样？庙里面他就打住了，一住，好决定，他说定就算多事了，那个庙是荒的，并没和尚。哎，都是乡下人啊，在这里呢，冬天的时候在这里吸吸凉啊，喝喝水啊，住住休息休息。乡下人冬天天这个人住这里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他们天天来这看人住不动。哎呀，这么多天，他可能死了，心摸摸看，一摸，哎呦，病人，别的摸心可能不知道的，摸，哎呦，病人。死了，我做好事吧，把它埋掉，挂个坑，把它埋掉，啊，就去世注定找后埋，把它埋掉，不好吧？埋掉了。哎呀，他定的简直埋太多，他都不知道了。不知道啊，无期定吗？这是大会庄做事讲究，就是这样的事情。哎呀，这种病不好，不主张这种病，这需要和尚管照。注定是有两种岔路，一种就是困的睡着了，一种就是无忌。那无忌不知道的，像摸着石头，一住就死。做事的时候定了就好了，不行。反过来只是心情还是大，只有活着在世界上，尽给他们磨练，把心情磨光了真正。那个是梁无忌时也是挂着一个老虎队，梁无忌是打逆时。一声听母亲的响，一个伞划开了一个河，看见人家还有房子，山下还有房子，房子在做一个河缸，这多少年了都把这个房盖下去了。啊，看看叫他的邻居就对，哇，啊，划开了，把他走进去了。当初是河上死了，老子们那个王志龙说，让我看一下，哎呦，没事，还是入定。于是把他引出定，问他。这里住的是啊，哦，连续往事，我这十个人，他们算算有五百年了，哦哟，还是定五百年了，对，啊，他迎进宫，梁武帝开心，梁武帝幸福点，复兴天子，进宫，梁武帝高兴起来，这宝智公讲，宝智公开始在读梁武帝，他说，他是你的，道很高，和他的高很高。怎么可以试一试一把？我说可以啊，来试试看。什么事吧？叫你的宫女脱光身体给我洗澡。好，然后你开心，看着两个大脱光好，哎，老明白是吧？看年轻漂亮宫女脱光，给她赶和尚洗澡，两个和尚。
这个五百零四天的和尚心上眼睛能看，其他的眼睛不能看屁。这个就推个公司逃不逃走的啊？那包子公司嘻嘻哈哈，哦，其实也是呗。哦，然后就哎呀，他五百零四还不行啊？五百零四，在世上他斗不过去啊，这东西他都把这都不肯赶他逃走，再分下去。这样住下去心就乱。哦，这个要一进天的功夫不好，就是要有的功夫不是这个病。所以说六祖大师说，不讲产生切磋，而讲明心见性。正见性的尽量做，不做那个禅定功夫。真正定是对境不离红色，任何境界心不断，不动摇。你不能启用，不敢启用就作相了，是吧？这有什么用啊？修佛是在成佛，佛修佛用的，要去大起大用的。光做人不定不死的，那你不动啊？做人那是死人了嘛，等死人一样了。所以不讲了，还是讲了。不讲了，不讲了。那我告诉他。哎，就是要有这个力量，对境界，一切境界不动摇，就是个定，活泼活的定。就是自己知道我在打坐，哈。我是知道打坐还打坐。对啊，就是知道。对，知道不要动心，是假的。打坐还做了打坐了。对啊，就是讲什么事情发生都不知道了。嗯，不是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受不了了。我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讲。说这都知道，不像。不知道了呀，死了不知道了。我明白这个意思，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师傅，我还想问你请教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有时候打坐嘞，我有过那么一次，就打完坐以后不是想休息一下嘛，结果休息一下就接到做梦了，做梦呢好像我自己也在呢。可是一下子又看到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一下子又看到一个什么，一下子又看到一个什么，起码又看到几十个人。哦哟，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乱梦颠倒，不要猜。但是最后呢，最后说的那些人都是我，怎么回事啊？我说，这句话很对。这些都是你，你看，不要乱讲，这些都是你，相信吗？这个拜的也是你，这个桌子也是你，上面的恭喜也是你。这个互相也是，那也是，你相信吗？不相信了，别相信人的是你，这就是你了吧？你去家家都是你心的影子。那我就是做梦里碰到的人吧？一下看见一个胖孩，一下又看见一个。好了好了好了，你看我想的厉害，我想的厉害，我想的厉害，我想问一下这种，问一下都是影子，以前的。都是以前，都是那个第六是影子。第六是个影子。哎，对了，是以前的讲的。就是以前看见过的一种事情。哎，那就是你不明白，知道？最好多讲讲。哎，都是你看过影子反射。啊，实际上这东西都是你的变现，你不懂。这个讲不懂，还多多打住。那个讲的你可以懂，现在讲的你不懂。就是说，啊，这种你没有意识的影子，算是的影子，这容易懂。哎，来，我给你投。哎，你不是有老婆了吗？有呀、啊。有老婆还是单身？单身啊。哦。啊。今天早晨，现在。初初的太阳，像我现在啊，遇到那个，我上次请教七师兄，他说那个像我这样那个往生咒，他说不应该再念了，应该换那个姿势咒，是这样的吗？哦，这不对。那他这个不对，这个往生咒在西方就是世界的，你喜欢生哪里啊？我一直念的都往生。他说应该画了，他说我们都画了，他说你应该画。不对，这画。我也画坏了，我也觉得很多。说是，这是随人自愿，你愿意生西方的，
就是念放生咒，念愿一生都算天地，就是念持持咒，没固定的。我塌花了，又叫你画，塌花了你画，你愿生哪里问你？我就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修了西方法师的天师圣殿哈，我就一直在修着呢。可是他领会告诉我说的，你应该换了，你现在不应该再念这个咒了。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我没意思。哎，你们这些问题都是乱七八糟的。你不问他为什么应该换了？他说你修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都换了，那我们不念这个了。念这个咒从哪里都不知道吗？怎么搞的？怎么这么搞的？啊？什么都这么糊涂的了？我不明白，知道只念一个就行了。原来我们是念那个，后来你通过那次打气啊，我们说到兜率天了，大家都哎行了，都换了这个，没有说一定要让你换。愿意换换。你愿意生哪个？你哪个咒？不是都换都换了吧？只念一个。知道，那我再只念一个。他们天一山不是得有一些杭州师兄念两个，两个都念。他们告诉我们两个双保险，是不是两个都念？对，两个才才报就来。后来我说，就问沈师傅什么，念一个就行了。哎，那我们就一个啊，做的就一个就行了。嗯，所以问你，你是哪家？看你的志愿。希望你念，马上就对了。那管什么？我就是不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司马懿有什么关系？我搞，我没看。哎呦，都是乱糟糟的。哎，乱糟糟的。念咒晓得咒的目的、作用，是吧？不是盲目瞎念的。这个咒起什么作用？嗯？黄豆是西方地方，你又说西方当地往生咒了？十字生都是天，你不就生都是天？十字干嘛？嗯？是乱来呀？这不是乱来的。哎，怎么搞的啊？孩子其实就讲得不好，你还是听得不好。你们可能就是听还挺错的，像我刚才讲的，他也挺错的，是吧？哎，你们就等听的。明白是明白了，知道是只念一个吗？哎。沈师傅也说。因为我一直坚持也是一个，我到了广州，他跟你说以后我就不说了，你知道吗？我就是这个计划，还有第二步、第三步可走啊。懒得。哎呦，你们都是晓得这种法的功用、法的目的、佛的作用，不知道是乱的呀。啊，再问问清爽，我念这个咒起什么作用的？啊，是不是符合我的愿望？是啊是啊，你还问什么呀？就不要结婚了。啊，你都知道了。啊，每修一法，要晓得这个法的用途，哎，作用，做什么用处的，是吧？不是乱来的，上主好，耶稣好，都好，杨洋都好，大杂烩都好，对，用都不知道，那是另外。哎呦，好了，你们老人请带着领回休息。来，你们。看，所以我们休息中就会很热，有时候一百度都打开，连气都要打开。那生活都一起走了，哎呀，我这怎么走吧？这样，人家那一百度都打开，怎么走了？我三五分钟打开空调，再坐下去。你这个球怎么走了？这样，走了吧？那就是，光是在那边。坐着停又没用的，是吧？一下子某些人没来，我去，你要什么事情来了，我也不做了，这有什么用的？坐几天没用。要用门进去，不能停，往前走，不能停是吧？停在这里，停住了，退下来了。悟道之后要真正认识清爽，不怀疑，就经常锻炼。勇往直前，破重关，没有破没用处，还是跟你在跑，不要生气。好，就是这样吧。我从前年都是在我都是开始打坐，好吗？放弃你说好，我放弃经由呢，架子就报纸放进去，对这是分清的嘛。我每年就很喜欢看报纸，从放弃国家嘛，再加上工作上好多繁琐事的啊，
一谈呢，怎么修法修不下的了，说我是一个自从心成就。那我是不是不关心的是双方的事，问问他们，你们看到真实啊靠谱啊有什么信心，我问一问他们就讲啊，但我就没有专门看。那我家里的老二人就说，你不看书不看书不看吗，我说是啊，我是放自己的名言怎么样的啊，我说我要放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走，不然不行的。那他也没话说呀，他说多了我要不理不理他，他要没得说。那俊门呢不是了，看看他现在不是心里啊分心了，看看帽子分心啊，看帽子开不了算了是啊，就看看就算一天、但他怎么能脏了，我有时看他好看的就看多了，看上了我回来看就没人了上去了，突然之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想再看看你知道心法的心法一离开，我想再打开上师的文章来看呢，也是自己思想有问题再看。那文献太厉害，舒适的晚吃完晚饭，舒适的了一点一点神速啊，就是又变化啊，又什么事情啊，搞得企业啊，又管管啊，做事了。那个都啊，很多来找我，甚至很多人都以前都练气功的那些人啊。啊，完了来找我，把我拉到那个什么的，拉到寺院去。还有一个人干脆上我家来，把我拉到寺院去，说的你呀、就适合练这个法门。很多人同时向我攻击我，哇，那段时间真是搞得我真是啊团团转。为什么团团转？你不晓得转？那么那就是、你们真问不明白。回去以后被人拉着团团转，站不稳脚跟那个就。哎，对，是，我就跑到寺院去。像那个麻辣兔那个太阳水塔那边去服务了十多年，我能消服务十多年我消业障的，就我说你不能练这个，你就得练幸福，就把我拉出来一下，我就跟着很多人同时拉我，真的就去了十多天。后来我越想就越不对，那是刚开始，哎，基本知识都不知道，对，我就是镜头，我这就是镜头。是，那我这理不明嘛，那哎，你们明修这么法，你怎么没能修什么法？那是没理，不配修密宗，你们不配修密宗。密宗是要心动，你先要学心教。我说你们学心教没有？都没有。哎呀，我学什么密宗啊？要通心教才好修密宗。哎，心教一不通，学什么密宗啊？还是就听不对。所以都是这些老太婆、老太太们，你要当然不懂啊，修净土的，你们不要修净土。我们这个密宗你不好修，学净土。很多人像你这样子也是好修净土。很多人在定中、我懂什么定中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定中、很多人在定中啊，就说我啊，说就定到好了，对，他就说他们那些人就是我，我说那些人在定中啊，就说有那个什么上面有信息告诉他，说你不要让这个，哎，那就是魔了，是吧？对，很多魔，我就说很多魔干扰我啊，那段时间很多人会同时向我进攻，哎呀，我自己行动正，自己也不正，你就这么法，我用自己跟硬体正、骨体正、硬体不正修到一起去。对，是不是说我心也不正，不知道怎么办，你修什么法？所以把教你心就通，是密法之正、外在正、一就教你小正、二正、大正都一就通，这明白就是怎么一回事？正好进步修法，教你也不懂。是啊，我们原来是没搞明白这些方言的事情，真是不明白。我提醒你说，真是不明白。到看看，开始你现在还不明白吗？自己怎么对这个教根念不稳吗？自己教根念得稳啊，这经常磨念不太对啊，都摇摆了，什么都要摇摆了，是吧？哎呀，这不行啊！是开始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啊，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啊。人家一个电报打过去，我就上出来了，一点都不明白，就满腔热情，就是不明白，一点都不懂，知道吧？所以我这个睡在山上打坐的时候也是，打完坐以后就各走各的了，回到北京也没有人帮助我，一个同修都找不到。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王老人。
待两天人就走了，又不在了，咱就断了线了，就再也找不着人了。哎，就这么样，很可怜呐，难呐，真的。说不定我这次，我六月份去，我就买了票，要到上海来找施工。我这我们都写了文章，你看嘛，你们都不看嘛？我们都有啊，我们指导一下比较好。哎呀，文章就是指导你嘛。我说我上网，你要怎么样子把这个修法的这个印记弄清爽，字迹弄清爽。就先讲了吗？修法一定要字迹正，字迹不正不行。为什么要修法呢？修这么法啊，这是意思弄懂啊。哎，也不懂瞎走，是听长相说好就产生，意思说那个好就修了。刚开始是这样啊，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的。要弄明白修佛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的师弟要区分之处就很好，让人家开始学佛，知道怎么回事，学佛是怎么一回事，哎，就说明学佛应该怎么走，怎么走，怎么学，怎么各种宗派，各种宗派你去查，对吧？这都是一样啊，就适合人的根性，哎，用念佛好的就念佛，参禅好就参禅，修密法人是顶着相。最着想，哎，都叫搞神通。您说你老王来了，小王在这个问题上跟我闹矛盾，非得要我继续观察。他说多多益善，我说师公说不是多多益善，我一门精进的。他说多多益善，如果你不要那么执着，说我不要这么执着，我说你又说对了。我说你才叫执着呢，我说这你这也学那也学，结果他后来到上去了、我说我给你介绍到师公那去，我就让师公给你验证一下你究竟开悟没开悟，你在我无证面前老师你开悟了，我说到师公那让师公验证你开悟没开悟，是吧？他到了师公那，他告诉我师公说了那个跟我说了一些禅宗的一些那些开示，我他说我都明白，一猜就中不用猜了，师公好，后面什么东西得塞住了，塞不进去。那不用塞进去啊，好多东西啊。那塞不进去，就可以了，进去。化解进去呢？是吧？化解进去。什么化解啊？化解进去。化解进去是清净的，这样子。这是方便的，我心中性法的，哎，心中性法的，方便的。就是做不了两小时。哎，没两小时，就不想打他做，时间不够了，还有事情是吧？那个时间不是浪费了吗？坐下，那也很好吧？都要念这个咒语。哎，就念这个咒语，念这个心动心动。哎，念他心动心法嘛。啊，念六字明行啊？不念，六字明他就是这样。那是这个意。啊，念这个意。哎，就这个。这个什么意？怎么样？宗旨呀，宗旨。中指数十啊，这个竖起来，然后这个刚才里面这个放在这里啊，有没有这个意？哎，我就不知道，印度是这么本那么大，他是谁嘛？怎么样子我就不知道。是哪里看的？这个印太多，就是一本书啊，啊，手印书，比如说手印书，好像一万几千种手印，一本书这么厚，手印书，这每张每张都是多少？那我们没有接受法不同的就不管了，那太多了是吧？谁同用你是不是干部干站继续了新的高也都是谁同用你们都是干站是吧，哎呀这个
给人家那个铁厂子的样子。因为我开悟之后知道这些思想都是虚幻的事，无所取舍，无所取舍是这部分的，但是不知道好坏是非相反，还是知道，知道的是不住相。所以说开悟之后起妄念不算妄念了，这妄念就转的是妙用，就是说开悟这个不是不起念，不要说是开悟了我就不起念的了，听到死了就不动了，那错误。开悟之后还是起念，就是不住相，不起念你不起妙用啊，你讲话说话还是念头，你就不要度众生啊，是吧？所以我们说五蕴色受想行识不好，三国那个好东西你用它佛出世度生啊，也用五蕴啊，他们心是相啊，是相啊，化身佛就是相啊，他要接受群众啊，就是广大的众生啊，叫色啊，就是广大群众怎么样子度他要想啊，所以形式思想细密，时时刻刻要利用这个五蕴，就是看你怎么利用法，就是我们这个妄念这相的这个妄念一向不做相，就转过来的智慧还是很轻，不注重，不跟你再跑。所以开悟之后要锻炼，锻炼是妄心妄念，不跟人家跑，转世成事，所以是六祖大师说，六气运中转，八部无常归。这我们八个十转世，六十七十在运中转，就在修道时转，运中转，八部是无常归，把成佛果这边转。因为我们前五是最不坏，眼耳鼻舌身不坏，眼睛看东西都照相机，它不动摇的。修修房子清净啊，在家里的烦恼啊，那好啊，你同志还挺忙啊，你同志还挺忙啊，你同志没等十二万多了嘞，投胎的时候最先来，取出来去做主公。那么人家就下来了，八十是不动的，不来不去的，动的是第七十，它可以动，恒生思想才动，才在动。中午想抓第八十为我，接着又是传来的消息，往第八十发，它可以动，没有停的时候。去后来些应该是第七十，不是第八十。
是一人提出异议的。那么虚张法师做这个八字归一中，这句不大通俗，应该是第七十，不是第八十。但是呢，我研究下来呢，这七十你不给八十，你给八十，七十就不成立，就没有。给八十是个定主，主要的根子，就等于一棵大树，第八十是在地下里，你看不见。七十就是出土的树干，这个六十就是因而不生意，上面是指牙子是树，这个七十你给树根就没有了，这七十是六十根子，八十就七十根子，他呢就离开八十嘛，离不开，离开八十就没有，所以能够七十走来去。就是爱你不敢八十，又比如是一个大海，大海是第八十，大海你去波浪轰轰轰起来，波浪你不敢大海，你不敢大海，一个大海就没有波浪，就是说大海是这个第八十，不重要的，重要的还是波浪的。一些本身一些破烂的东西，桃子也不离开八十，这样子解释，这个东西研究起来，法相中研究能研究啊，这个大乘理论呢，都是伪造的，是吧？你他刚才说玉器法师研究出来，就是大乘理论是。外道的伪造的，所以这是相中人，相中人把楞严经做一本书叫楞严百伪，楞严经一百个地方不对，看出来是伪造的，提出一百个问题的。但是这个话实际上摩尼佛已经预计好了将来我的佛法第一个破坏的就是楞严经，既然经经了第一个破坏就是楞严经，加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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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经经了，所有预计的，因为这个发现说考古考出来的，不对不对，这个已经不是佛说的，因为一切经文没有文楞严这么流畅，楞严经的文字啊，流畅的很，这中文少，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话不是这样过去的。哎呀，我说，哎，怎么日子不去管他了？我都认识真心啊、哦。那个法相中他见识差，他对禅宗怎么看？他对禅宗他不敢批评。哦，禅宗他不敢批评。法相中人其实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不主观，他的法相中有唯识观的，你法相中他讲三东西呢，辟即所得性，依大其性，唯人实性，从辟即所得性就一切事物都是假的，就依大其性，本来一向都没有，以后变动的合起来就依大其，他记得很清楚，一个早晨一个草是草体，现在是神之本体没有，是草，是一草而起的神，一他起。你认识一他起，这就空了，这就说这些就不知道了，都是没有，你是什么都没有。遍及数的就是我们三佛啊，普遍样样东西知道，不肯放一点点，都在嫉妒执着不停。嫉妒分别是分，所以不分别啊，三无不分别是没有，都要分别。这正道原成实性就解清了，成道了。心还是有啊，这个心本空，所以法相中互相进行啊，还是进行的，下铺的是这些。找到相机见不到。
知道第四地菩萨都不能光，终于是参与你了呢。金刚道后一说空，正道第四地菩萨终是才空尽，那中度的第八是常住，还常时嘛，它藏在里面，它包含在里面，它不肯放。其实刚开始在修的时候，是不是总是在出现？总是不散，散。一是修的用功，用功精进；一是散是可以。散的事是跟大好事，但是禅宗做到最后，还是你不该吃的。你看种子分很难过啊，种也不是，种也不是，水也不是，不晓得怎么样是好，怎么办？给福建一样小很少，大多数的山东大多数都没有事，不肯公开讲，不肯公开讲。像虚云和尚、近代以后来过和尚都吃粥嘞，嗯，他做的佛龛，他们做的佛龛啊，住起来哦，做的大多数都写好成就大的哦，妈你白天好不写好看到吗？来过徐云和谈谈谈好做的写好的那些太多些名字了，来过徐云都是就是大会报都是那是宋朝大会报都是他做得好功很高的这个发起一下，他就是用一句咒语，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习惯下班了。